在韩国有一名非常有名的医美教父，是他们的这个整形医美中心所推出这一罐抗老霜。这罐抗老霜是我目前发觉哦，超越所有其他的保养品。嗯，第一，它质地非常非常的清爽，好吸收，而且它里面没有加任何的这些所谓的化学香料，有点像芳疗的那种香香的。对，其实它使用的方式非常简单，洗完脸之后，最后一道你就抹上它。然后呢，里面包含天然植物做萃取，包括银杏叶、荷叶，哦，去做抗老的部分。对。然后在紧实的部分里面有姜黄啊、夏枯叶啊，哦，以及我们桑根提取物哈。然后这一罐还可以同时做到美白淡斑，所以包括玫瑰精粹呀，或者粉红莲花这些特殊的植物性成分，非常的温和。它已经行销了全球目前为止19个国家，然后呢上百万人已经受惠了哈。对。看那个明显的脆皮吧，上法令纹很厉害，就单靠擦这罐霜而已，它等于可以微整形的。对不对？它可以微整形，而且效果非常明显。我自己真的感觉到我自己有很大的一个转变，就是脸型啊、轮廓啊，有开始明显出来。约莫我大概是擦了将近一个月。可是这个效果算是很快哦，因为一般保养品绝对做不到这么快效果。对，